好的，今天是刘真灵堂开放吊唁的第二天，新农在刚刚早上10:15左右就抵达了现场。只见他穿了一身黑，戴着墨镜，而他一下车就双手捂着脸，神情很哀伤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不发一语，就直接走到了灵堂会场。而早上的时候，灵堂会场就开始开放的粉丝吊唁，早上就排了10几名的粉丝来怀念对刘真的追思。而灵堂内部是以刘真生前最爱的粉红色来布置，而遗照的部分则是选择刘真穿着黑色国标舞服翩翩起舞的模样，十分优雅。演艺圈的好友们也会在4月12号的时候办起的追思会，希望可以让新龙慢慢的走出来。